昨天，当男子举重69公斤级比赛结束后，中国的奖牌榜上再添一金，金牌总数达到了13枚。男子举重的这枚金牌可以说既在情理之中，也有点意料之外。说他在情理之中，是因为中国队在这个级别上拥有张国正、石志勇等众多好手。说他在意料之外，是因为最终获得冠军的既不是张国正，也不是石志勇，而是年仅21岁的小将廖辉。说实话，这是有点意外，可能就是。说起廖辉的夺冠之路，确实充满了意外。首先，他练举重本身就是个意外。廖辉出生在著名的体操之乡湖北仙桃。小时候，廖辉也曾经梦想成为一名体操运动员。为此，当年7岁的廖辉就谎称自己15岁，去体操教练那报名，结果教练却用干脆的回答拒绝了他。你这个关节，他5岁都还硬呢，然后不能要。好些，我从那里走出来，哎，碰到举重的教练了。这我不知道他怎么搞的，他第一眼就看到我了，是吧？他好像就是认准那种，啊，这小伙子肌肉类型不错，什么很协调啊，啊那种。我是体校教练。他没说他是练举重的，他说他是体校教练。我一听眼睛发光了。等廖辉和家人弄明白这位体校教练不是体操教练的时候，就决定不让廖辉继续练了。然而几年之后，这位体校教练又来了。11岁的时候，又举重教练从学校招生，又看到我，一眼就看到我。那小子说的，我又是体校教练。啊，也就一样是，那时候我就更想去了。你看读书读书，后来更不想读了。啊，后来一看体校就回去，立马的中午回去给我妈说，我体校教练又来了，又看到我了。我说这次肯定要去了。就这样，原本想练体操的廖辉意外的练上了举重。过人的天赋加上自身的努力，让廖辉很快进入了国家队。但是国家队在这个级别上已经拥有了张国正和石志勇这样的超豪华组合，在当时看来，廖辉想要参加奥运会只能等下一届了。然而就在大家都不看好廖辉的时候，他却在今年4月的全国锦标赛上一举战胜了张国正和石志勇两位奥运冠军，一鸣惊人。就连张国正也给了他这样的评价：这场非常可怕，我别的我还没什么没放在心上，但是这场呢，实力相当雄厚。果然，2个月后，第二个重要的意外降临到廖辉头上，他顶替了34岁的老将张国正。这意外的结果当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而青训的廖辉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像郑哥这样的运动员，我感觉就是有我们一个旗杆的。就他就是输在那，我们就要去学习。最终，年轻的廖辉和石志勇一起走上了奥运赛场。比赛前，落选的张国正也表达了自己的祝愿。也预祝他们就是说在比赛当中发挥的淋漓尽致，就达到他们最高的这种理想和目标。意外还没有结束。在抓举比赛结束后，原本双保险之一的石志勇因为在后台热身时意外受伤退出了比赛。这一来，中国队夺金的重任就全部压在廖辉一个人身上。本来就是我们共同去完成这个，就是共同去包夹其他对手。他意外的退出了之后，我当时就是感觉是挺有压力的。那时候我就没有去想说是想着去争冠军啊，什么是拿金牌啊，那种我没那种想法的。发挥稳健的廖辉在全体比赛中仅写了190公斤的重量，包括试举结束后，场上只有一名队员有希望超过他，就是来自法国的达达亚。
最后一次试举，达巴夏掉了197公斤。我把成绩发挥出来了，啊没拉，就是很认命那种。这时，令人意外的场面又出现了。还有14秒，凝神准备，看来他心有压力啊。看看他怎么样？放弃了，放弃了，他做出一个对不起、很遗憾的手势。达巴亚居然连杠铃都没有提起来，就放弃了比赛。说实话，这是有点意外，可能就是。一连串的偶然让这个来自体操这项的小伙子意外地成为了举重冠军。但有一点是必然的，那就是过人的实力。不光是不是是冲着冠军去的，我感觉就是冲着记录去的。我想去就是说去冲刺这个记录。